失传的算命方法，让你秒懂算命。命运之神有两只手，这手安排哪，那手安排这。31插圈圈插，则风大过卦，夜梦惊前，大过者或也。二阴不胜其重，故有夜梦惊前之象。象夜梦惊前醒来空，醒来总是一文无，目下只是求本分，思念只是空劳神。断夜梦惊阴醒来空，求名求利大不通，婚姻难成交易散，总是新人不见踪，月令不合，做事无招，凡事忍耐，修去琢磨。32插圈圈插插圈，则雷随卦，推车靠牙，随者顺也，能顺物，故有推车靠牙之象。象你理不他这几年推车靠牙的眼前，目下就该再用力扒上牙去财源发。断推车靠牙道路干，谋望求财不费难，婚姻合伙无阻碍，疾病口舌的安然，苦疾生恩柔，喜气盈盈，一切做事不大离行。33叉叉叉叉叉叉，亏外的卦，恶虎的时，坤者顺也，内外纯阴过柔顺，故有恶虎的时之象。象肥羊一群入山冈，恶虎喜至饱口张，事物冲击察行欢，卦逢坤顺大吉昌。断恶虎的时喜气欢，求名应事主高迁，出门吉利行人道，是非口舌不相干，寻人得见，走时有信，疾病见好，凡事皆顺。34叉叉叉叉叉圈，地雷复卦，夫妻反目，复者反也，反复不定，故有夫妻反目之象。象马氏太公不相合，进入家庭犹疑多，因人无意反未月，是非平地起风波。断夫妻反目不顺情，卦占谋望未有成，官司惊恐财薄散，若问家宅不安宁，目下不及，显示不足，纠结换月自然安宁。35叉叉叉叉圈，则临卦发正失人，临者上临下也，坤居对上四厘米之意，故有发正失人之象。象君王无道民道选，长相波云见晴天，幸逢明主失人争，众又安居乐自然。断发正失人质量高，出外求财人逍遥，交易昆明大有益，走失行人有阴消，口舌消散，疾病健全，求名如意，家宅平安。36叉叉叉圈圈的天泰卦，捷报三喜。泰者通泰也，诸事通泰，故有喜报三元之象。象是万满富入科场，三元及第得一回，从此解去仇客门，皆喜平地一声雷。断喜报三元运气强，谋望求财大吉祥，交易出行多得意，是非口舌皆无妨，婚姻有成，行人极致，走势可循，诸事称意。37叉叉圈圈，雷天大壮卦，公师的木，大壮者胜也，是的兴隆，故有公师的木之象。象卦占公师的大木，夜天阴在路上走，时来运转多顺当，有事尽管放心做。断买卖求财道亨通，婚姻合伙皆如意，一切谋望皆成功，出门吉利，口舌远避，疾病皆除，行人极致。38叉圈圈圈圈，则天乖卦，由风脱网，乖者绝也，刚劲而悦，故有由风脱网之象。象入蜘蛛网似天牢，粘住由风至灵毛，幸得大风吹破网，脱离灾难又逍遥。断由风脱网喜无边，天才进口富禄连，百财通达内财顺，富贵荣华胜以前，辞送了结，疾病除根，求财到手，做事遂心。39叉圈叉圈圈，水天虚卦，明珠出海，虚者虚意的虚而动，故有明珠出海之象。象明珠土埋至九深，无光无量到如今，忽然大风吹土去，自然显露又重新。断土里显出明珠来，口舌官司消散开，走是新人当见面，交易有成没有灾，谋望有成，婚姻交合，求财如意，罗洞喜也。40叉圈叉叉叉叉，水地壁卦，船的顺风，壁者福也，相辅佐之意，故有船的顺风之象。象
顺风行船助起篷，上天又助一阵风。不用费力逍遥去，任意而行走西东。断船的顺风不可停，欲向何方任意心刚，就一求才大得利，一切蒙往事有成，走数可循，见官有礼，婚姻求名，管保恭喜。41圈茶圈去茶圈，离为火罐，天官赐福。离者光明也，阴历乎阳，故有天官赐福之象。象官照来占主高升，庄农人家富禄赠，生意买卖利益厚，匠人一人大运通。断来人占卦遇天官，必然富禄降人间，一切蒙望皆吉庆，忧愁消散逐平安，月令皆善，诸事亨通，出门见喜，三消病分。42圈叉圈圈叉叉，火山旅卦，作鸟焚巢。旅者半积旅也，不得舒展，故有作鸟焚巢之象。象飞鸟树上一高巢，小人用鸡把巢烧，均占自卦位不及，一切蒙往往徒劳。断宿鸟坟朝时运低，交易任你走东西，生意买卖皆不利，官司口舌被人欺，出行费力，行人来还，走是无任，求财也难。43圈叉圈圈去叉，火风顶卦，于人得利。顶者碰月之物，碰地养钱，故有于人得利之象。象应弄隔离落沙潭，隔离弄一两只山，渔翁金钱双利，走是行人即日还。断渔翁得利喜自然，蒙往求财两周全，婚姻合伙双得利，卦者是指喜气天，出门有利，交易可成，官司无妨，生意兴隆。44圈叉圈叉圈叉，火水为己卦，太岁月见，未及者是未成也，火水不交，故有太岁月见之象。象凡事需要多小心，提防偷蝇动债人，卦逢太岁多凶杀，谁家谨慎祸不轻。断太岁入月是多愁，婚姻财帛莫强求，交易出行未见好，走是行人不露头，官诉不昌，口舌灾殃，目下忍耐，或月无妨。45圈叉叉叉圈叉，山水蒙卦，小鬼偷钱，蒙者未也，肠胃不明，故有小人偷钱之象。象卦中遥想犯小号，君子战之运不高，婚姻合伙有琐碎，做事必然受苦劳。断战之此卦犯小号，蒙望求财空过桥，婚姻合伙有人破，交易出行受煎熬，为人多仗义，挣钱不费力，有心学仔细，倒被鬼偷去。46圈圈叉叉圈叉，风水换卦，隔河望金，患者散也，散而不聚，故有隔河望金之象。象隔河望金一定金，欲取隔宽水又深，指望资财难到手，昼夜思想枉费心。断财帛隔着一条河，按宽水深摸不着，过月才能广集鹰，目下不必来琢磨。婚姻不及，合伙不利，交易出行总不如意。47圈圈叉圈叉，天水送卦，二人争路，送者便也，是有争取，故有二人争路之象。象心中有事实难做，好像两人来争路，目下局势都争先，谁肯让谁走一步。断两人争路未肯降，战之逢之被主张，交易出行有阻碍，生意合伙也平常，目下不急，修正嫌弃，好事难成，求财费力。48圈圈叉圈，天火同人卦，仙人指路，同人者遇人同也，同心同德，故有仙人指路之象。象心中有事不开怀，一切事情犯疑猜，幸运名人来指路，诸般忧愁自消财。断仙人指路大运通，劝君任你走西东，交易求财不费力，婚姻合伙有响应，婚姻有成，行人归家，走是可见，做事无差。49茶圈去茶圈，对位子卦，趁水和泥，对者月也，临顺而月，故有趁水和泥之象。象这个卦象真有趣，做事觉得不费力，休要错过这机会，事事觉得随心意。断趁水和泥泥更匀，头像有转移出门，交易婚姻大有益。
走失行人不用寻，口舌消散，定欲良医，求财到手，大吉大利。戊时，插圈插圈插，泽水困卦，挪梯抽干，困者穷困也，而不能自振，故有挪梯抽干之象。象时运不来好伤怀，二人商议来摸却，打梯又感没到手，不想梯感有人了，上去了就是下不来。断今有小人爱来欺，千方百计商量你，明明前来说好话，挪梯抽干失主意，当交君子，莫交小人，凡事小心谨慎从事，不受贫困。五十一，插圈去插插插，则地脆，鲤鱼变龙。脆者生聚也，万物脆聚，故有鲤鱼变龙之象。象由于细水被网惊，子跳过龙门身化龙，三尺杨柳垂金线，万朵桃花显你能。断鲤鱼化龙喜起来，口舌疾病真无灾，由于从今都消散，火门必来福门开，鲤鱼化龙，喜事重重，求财到手，做事有成。五十二，插圈圈圈插插，则山闲卦，萌芽出土。闲者交感也，天地干而万物生，故有萌芽出土之象。象过去黄金失色，时来运转临月令，该砸出头已无差，喜气洋洋心放宽，从前滚来滚去，今日又把芽发，往后财源滚滚，纵有口舌不用怕。断脚踏实地转悠悠，时运不来莫强求，幸得今日时运转，自有好事在后头，谋望有成，出门可行，走时有信，疾病安宁。戊十三，插圈插圈插插，水山塞卦，雨雪马图。塞者难也，足不能前进，行走艰困，故有雨雪马图之象。象大雨洒的雪漫天，路上行人坚毅又难，拖泥带水费尽力，事不遂心且耐烦。断雨雪满途甚行踪，交易出行路不通，疾病难治昏难成，谋望求财真难办，行人未至，头项不稳，官司缠身，求您不准。戊十四，叉叉叉圈叉叉，第三牵挂，二人分金。牵者谦让也，有功不惧，故有二人分金之象。象天赐穷人一堆金，不正不枪两平分，彼此分得金到手，一切蒙望皆碎心。断二人分金喜气多，蒙望即庆求财和，口舌消散疾病上，走失行人归家窝，婚姻如意，出行的地，交易合伙，无不吉利。五十五，叉叉圈圈叉叉，雷山小过卦，击过小桥。小过者阳也，阳过于阴，故有击过小桥之象。象行人路过独木桥，心中恍惚眼力桥，爽快包你能过去，慢走一步不牢靠。断独木桥上不难行，主人心事不安宁，交易合伙已爽快，婚姻又成莫迟疑，求财到手，官事平常，木下有害，纠结自强。戊十六，叉叉圈叉圈，雷泽归妹卦，缘木求鱼。归妹者少女从长男，阴阳不交，故有缘木求鱼之象。象求鱼须得水中求，树上求之万不通，受尽辛苦难遂意，劳而无功运平平。断缘木求鱼事多难，虽不得雨后无灾，行险弄巧费尽心，事不遂意忘安排，月令不好，做事颠倒，打算的多，碎心的少。五十七，圈去插圈去插，巽雷风卦，孤舟的水。巽者顺也，顺顺而入，故有孤舟的水之象。象一只孤舟落沙滩，又船无水时运难，时逢大雨将河满，不用费力任往返。断孤舟的水出沙滩，出外行人把家还，是非口舌皆无碍，婚姻合伙多周全，功名称义，求财得利，交易可成，疾病痊愈。戊十八，圈去查圈圈去，风天小畜卦，密云不雨。小畜者一意金畜阳也，有气无志，故有密云不雨之象。象苗逢旱天尽交烧，谁想云浓雨不交，农民仰天长叹气，事从虚来莫心高。断浓云逆排下雨难，盼望行人不见还，交易出行空费力，婚姻求财是枉然，月令中平，暂且从容，
击毙口舌。焦急安宁戊戌酒圈叉圈叉圈烽火佳人挂敬礼观华。佳人者一家之人也，内外各施其真，故有敬礼观花之象。象一朵鲜花镜中凯，看似极好取不来，劝君不可尽欢爱，凡事不可巧安排。断敬礼观花修认真，谋望求财不遂心，交易慢成婚姻和，走是行人无吸引，出行不好疾病未愈，求名无难，谋事不宜。六十圈圈叉叉叉圈风雷一挂枯木开花。一者增益也，有益无损，故有枯木开花之象。象时来运转及气发，多年枯木又开花，枝叶重发多茂盛，几人见了几人夸。断枯木开花渐渐熟，主人事业大兴隆，婚姻求财打吉庆，口舌疾病的安宁，交易有成，见官得礼，走数可循，出门见喜。六十一圈圈圈叉叉圈无雷无望卦，鸟求牢笼，无望者无所期望也，故有鸟求牢笼之象。象飞鸟失机落笼中，纵然想飞不能行，目下只以守本分，妄想拔高安不能。断鸟被牢笼难出头，站着风之吃自由，猛望求财难定准，疾病口舌怨忧愁，出门不遇，合伙无力，婚姻走失，疾病不遇。六十二圈叉圈叉叉圈火雷是克卦，机人遇时，是克者是也，何也？故有机人遇时之象。象运桌如同身受机，有人面前送饭衣，食口充腹心欢喜，忧愁从此也消移。断机人遇时喜事来，凡事趁心巧安排，疾病口舌消除散，生意合伙大发财，见官有礼，出门见喜，婚姻成全，诸事如意。六十三圈叉叉叉叉圈山雷一卦为水访弦，一者阳也，口食物以自阳，故有为水访弦之象。象太公独钓为水河，受之思该忧愁多，时来又遇文王访，自此永不受折磨。断文王访弦在为何，蒙望秋台皆碎心，交易出行方如意，疾病口舌皆离身，为水访弦，大吉大利，站着此卦好了运气。六十四圈叉叉圈叉山峰古卦推磨贪道，古者坏也，吉而有此事，故有推磨贪道之象。象卦中爻象如推磨，顺当雷伏法为祸，心中有意且迟缓，机事仅从忙里错。断推磨贪道运不济，疾病口舌犯忧愁，婚姻合伙轻改变，走势不定在哪里，出行无益，婚姻不遂，走势难见，诸事难为，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以及整个命运的只是一瞬之间。歌德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